童症状师生上课。强迫症。哎，这都上课了，老师怎么还不来呀？对呀，迟到二十分钟了。上课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灯关了吗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电脑关了没有啊？哎，不对，我手机在。哎呀。带了，不对啊，我窗户好像没关吧？哎呀，关了，我去干嘛去？哎呦我的妈！上课去。拖延症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下课了啊！都下课了，吃饭去了。小心啊，怎么不走啊？吃饭啦！等一下。哦。好了吗？还没有，你等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等一等。等一等？难道你不饿？我饿呀。你饿你不去吃晚开饭啦？我知道，哎，等一下。哎呦我去！那你告诉我，你等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就想等一下。拖延症又犯了。社交恐惧症。土豆没肥米了，你去隔壁教室借点肥米。啊，这我去啊。对呀，你男孩子跑得快，去吧。赶紧去吧，等着上课呢。就没墨迹。怎么办啊？我不敢呀。不行，害怕呀。算了，拼了。好多人啊。不行，我还是换个教室吧。这个教室应该没人呀。你是谁呀？哎，怎么这个教室也有人啊？这个教室没动静，应该没人。牛丸，没人是吗？终于找到没人的教室了。牛症，刚才发给你们的是我们2022年度新学期的教学计划，大家都看一下。啊，手机没电了，哪里有充电的地方？哎，这里有，我看看这个。亚楠，他来干嘛呀？哎呦我的妈！终于充上电了，继续。哎，土豆在那里干嘛呀？土豆怎么不动啊？土豆这……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哎呀，土豆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哎，木，三位，是我啊，土豆，你干嘛呢？在这里？亚楠。